二十六题，甲乙丙三辆车子做直线运动，以东方为正，其位置和时间的关系如右图所示。已知图中三条斜线都互相平行，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 Attitude 图的斜线直线代表所谓的速度，直线越斜代表速度越大。今天甲乙丙三个都是一条斜直线，所以三个都是做所谓的等速度运动，互相平行表示一样斜，表示他们的速度是一样，所以选项 A 说他们做等加速度运动是错的，他们做等速度运动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乙跟丙呢，他们都是在位置为零的地方开始出发，但出发时间不同。我们的甲跟乙呢，他们都是从时间为零的地方开始出发，但出发位置不同，所以呢 B 跟 C 的选项写的是相反的，是错的。那我们从图上看到，任何时间甲呢都是在前面，乙丙都是在后面，所以甲一直都会领先乙跟丙。所以第二十六题问我们说，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在运动期间，甲车一定领先乙丙两车。